我说你是真不行啊，赶紧的呀！嘿，你在银行就做分内的就好，别太累了。没想到你会以这种方式留在我身边，不过没关系。 金大夫，金大夫，他这病还得您来瞧，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别的大夫了。医者仁心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怪他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跟着你，原本金池玉月的金玉荣，现在每天去妓院给妓女看病。兄弟，兄弟，怎么回事？兄弟，金玉荣他跟着你，只有吃苦受了一条路。 玉荣表妹，见字如晤。汝读此信时，吾已赴库伦。赵小楠，你干什么？你真的要跟那个废物一辈子是吗？我表哥他不是废物，他会好起来的。我只知道我是我表哥唯一的希望，我必须去库伦找他。玉荣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你这个座位被军方征用，麻烦你跟我来，请。谢谢。 库伦是吴老的老巢，他不知道吗？为了一个女人，他这是疯了。燕城，你知道爱情的第一步是什么吗？什么？爱情的第一步就是让对方先把你记在心上，无论是讨厌还是喜欢。我真的准备休息了，你快点走吧。 云烟相偎，云雀悄悄飞上枝桠。